神达将会投入17亿元在林口新建研发中心和企业总部，来扩大营运规模。三月份营收51亿元，年增超过了90%。神达表示，首季营收好，主要是因为私有云还有大型网络资料中心需求畅旺，以及消费性市场平稳，需求有希望延续到下一季。今年的云端事业表现可期。